再深入嚟呢個 Catacombs Park 嚟講，咁其實點解啊？呢其實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地下頻道啦，咁但係佢十點鐘開啊，九點幾嚟其實排曬嚟都幾長嘅。因為佢係只可以每一次入去嘅時候咧，只有兩百人。咁而埋飛有兩邊啦，咁我哋而家排邊啲14啊，佢而另一邊咧是29啊，咁29點解29就係因為你可以唔使排隊直入去。呢個係一個新嘅政策，先傳咗未來。咁我哋就係想俾咁多唔使再排14人嘅時候。咁其實要講翻地下洞穴啦，咁其實呢個地下洞穴咧，基本上就係由呢、這個講翻好耐之前啊，15世紀嘅時候咧，當時巴黎啦，咁就啊死嘅嗰啲屍體咧就會喺呢個 City of Jade 裏邊嘅後面燒嘅。咁到最後跟住巴黎就發覺佢哋唔想再咁樣做啦，又唔想將屍體搬去第二個地方燒去埋葬，咁所以就決定咗喺17世紀左右。開始咧就製造呢個地下嘅墳墓，咁啊到到而家目前為止，大概喺下面有600具嘅骷髏骨頭喺下面啦。咁我哋就去參觀啦。其實呢個墳墓其實好大，其實好大嘅，就係超過有大概超過130公里咁大嘅。入邊係咪唔影得相？入邊係可以影相嘅，你可以影相，最好冇電啦。嗱，呢件我以前有朋友試過將骷髏骨頭擺喺頭上面，其實都冇問題。幾好。係啦，咁所以就，但我哋可以行嘅地方就兩公里。咁啱啱睇過，睇到一個好搞笑嘅一個報道咧，就話喺2015年嘅時候，試過有人偷偷地入咗去，偷咗好多好舊嘅紅酒，係價值呢個20萬歐元。啊！咁大家我哋都會一陣再下邊俾你睇下睇入邊係咩情況，一陣再講。拜拜。咁但係其實呢度搭嚟都應該係點樣搭過嚟？其實好簡單嘅，搭 RER 得嘅 ，RERB 啊，誒一陣寫埋出嚟俾你哋睇啊。個站名嚟嘅。佢個火車名係 RER。O K。好，咁其實依家咧條龍咧其實都幾長嘅，咁我哋大約等咗都幾耐啊？有冇20分鐘？半個鐘啊！等咗半個鐘啊！咁前面都應該仲有大約50人左右，都未排到，都未到我哋，所以其實應該要再早啲嚟咯，都要等佢點八點鐘開門。10點。咁我哋入咗嚟啦，咁啱啱就過咗嗰個 X-ray 要檢查手袋嗰啲咧。好啦，咁我哋啱啱就啱入咗嚟啦。咁其實就喺呢個電視機室，而家入邊咧就150人。咁其實個問題就係一個人200咧，一到200其實咁就出面要等嘅就出面等嘅就等好耐啦，因為其實佢哋限住限人數啦，咁你試諗下，每一群人大概10個人嘅話，10個人走先可以10個人再入，咁每一層特別行大概兩公里時間，佢真係睇起碼過1.5個零鐘時間，所以其實如果係真係超過200晏啲嚟嘅話，成日基本上起碼要排3-4個鐘先入到嚟。3-4個鐘。係3-4個鐘，所以就好建議大家係早啲嚟，可以早啲入去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就差唔多准备入去啦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就入咗嚟啦。咁就，我嘅心情好沉重。同埋，我哋每一集有个诗句，讲翻关于死亡嘅一种睇法。边个讲？系好 philosophy 好。非常實用，即係譬如話講到係死亡、人生，只不過塵埃一樣。同埋呢度真係有好多咯。就係有，係咪600萬具啊？係啦，就啱啱講到呢度洞入邊就有600萬具，即係屍體。是不是說的笑？嗯，這個。
Hello， 咁我哋而家啱啱入咗嚟呢個凡爾賽宮嘅呢個公園啦。咁我哋就諗住而家就揾住一個地方，而家就諗住揾咗個地方去呢個地方去野餐。咁但係我哋因為有啲晏入嚟啊，所以如果你預計咁樣由呢度開始行到去呢個公園嗰邊隱蔽啲嘅地方，我諗起碼要行，都唔知要行幾耐，實在太大啦。咁啊，可以俾你睇下大概點嘅一個情況而家。咁其實呢度係有直情有車，我哋諗可唔可以租車？租車係到最後啦。自己揸嚟架車。係啊，自己揸。你影唔到架車㗎，Hello， 咁我哋而家就入到去呢个凡尔赛宫嘅呢个公园嘅市中心啦。咁咁其实就系、是、其实呢个公园成个凡尔赛宫咧，其实占地面积大概系6万几平方米。咁其实呢个公园系占咗好大部分。而家其实我哋仲谂紧搵间地方咩地方野餐，因为其实佢由左右两边有唔同嘅迷宫啦，前面一个湖啦，咁中间啲人撑嘅艇啦，系咁吊船。原来蜜蜂系中意食火腿，一直都以为蜜蜂系中意食甜嘅嘢，但原来我啱尝试过将个火腿攞开，佢都要照住追住个火腿嚟食。咁而呢一个就系啱啱夹嘅个火腿花，见唔见到？系一个玫瑰花咁，可以配合翻呢个法国嘅叫咩啊？德式物料系啊，浪漫主义嘅风格。依家讲紧你置身于边度？晒。其实呢个火腿就平时以前读书成日食嘅，佢长方咁样，佢分两种嘅。咁呢一种咧就系侧边冇个肥膏嘅，另一种侧边有肥膏，但系通常睇个人啦，啲人就直情搣咗佢就唔食个肥膏咁咯。咁而呢个火腿食法其实都可以就咁攞住食啦，摆喺面摆夹面包啦，炒牛油啦，喺个法国面个baguette 前面食啦。又或者我以前中意系将佢夹咗，都黐咗啲 mayonnaise 入边食。咁我发，做乜风咧？呢度个风好好啊，将个包装吹走，吹咗落河度。好，我哋啱啱一早已经食完呢个野餐，跟住之后瞓咗阵觉，跟住依家时间系都差唔多7点，接近6点半，跟住呢度真系一个人都冇。是吧？